是怎么产卵的吗？哦，三文鱼有什么关系吗？三活动，然后呢，参加我们抽奖比赛，我们就会，你们就强调《世界日报》和《多多周刊》记者的友谊之外呢，贴近发衣服，给我们展示一个多元文化的时装秀。Time to participate in your lucky draw and our interactive game later on. You will. And model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ageant Beauties of Asia, so they're not only a talent show later on. So let's welcome them. Yep. All right. 在明年年初就要创刊满35周年，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。我要代表《世界日报》在这边谢谢我们多伦多地区的读者，对《世界日报》最大、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纸。我要代表《世界日报》在这边的一个重头戏节目，它是我们《世界日报》为了庆祝创刊35周年，回馈读者伙伴的活动，一档活动。接着还会有其他更精彩的活动。菲律宾和意大利的混血美女，Tamara Orlando， 她
最近的设计师苏苏以这个一帆风顺为主题的创造了一款这个。现在我们穿的这一位呢是 Jenny Wan， 他这套衣服是由设计师 Anne Low 制作的5公尺。最后一个出场这位呢是 Jennifer Nguyen Huang， 这个质感，这个凸透感，我们非常欣赏设计师以他们心灵手巧的这个工艺，精美的工艺，用报纸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服装 fashion show。 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个精美的服装展示，谢谢他们。谢谢我美女。没有，他学会讲话，我想说今年可以等到一个父亲节快乐，就他能不在我旁边这样。这样子。做了一个最感人的事情是什么？像我说说，我为我爸爸做的最感人，或者说，在此呢，我再次为在座的所有父亲们道声。You have to use your voice to, you know, get the applause from.谢谢赞助。在这里我代表吉村佳希去中国上海看世博九。Congratulations！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旗帜的这么一个色彩，来来来，给你点掌声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还是穿上的。这一幅优雅的蓝色为我们夏日带来了一丝丝晴。同样的，这些美丽的这个露背装的旗袍呢，穿在我们纤细模特的身上呢，显出了格格的这么一种女性的自然美。谢谢 Kelly。 这个独特的这么一个白色的晚礼服，哇，好漂亮哦。Fabulous！ 能举办这么精彩的活动给大家，没错，所以呢有请我们的赞助商上台，和我们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呢，我们最后为大家指。谢谢我们赞助商们，请你们跟我们的嘉宾站在一起合拍几张照好吗？有这么漂亮的舞台。下面有请我们 Lawrence 给我们带来这个精美的舞蹈，请各位这个穿